嗨，各位小朋友，今天我们来玩狗狗巡逻队的新玩具。我们来拆开这三款新的玩具。我们先拆开这个最大的玩具盒子。我们有小狗猪猪，我们还有机器狗，我们还有狗狗小丽。这是一根骨头，我们拿给小丽吃。这是狗狗们的小笼子，我们让猪猪进去。我们再让机器狗进去。我们再让小丽进去。我们拿根骨头给他们吃。我们再来拆开第二个玩具盒子。这是小狗天天，天天驾驶着直升飞机。这是小狗毛毛，毛毛驾驶着红色小汽车。这是小狗阿奇，阿奇驾驶着蓝色小汽车。这是小狗灰灰，灰灰驾驶着绿色小汽车。我们还有小狗鹿马，鹿马驾驶着橙色小汽车。最后是狗狗小丽，小丽驾驶着黄色小汽车。我们再拆开第三个玩具盒子。这是狗狗们的故事机。